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近日确诊感染中共病毒，他是首位确诊感染的国家元首，在其执政期间曾十次访华，与中共十分亲近。2019年3月24号，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接待来访的习近平，表示两国拥有多年友好关系及经贸往来，在多方面达成共识。摩纳哥有意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，北京称其为中欧合作的先行者和典范。阿尔贝二世还是摩纳哥游艇俱乐部主席，曾亲自为完成一带一路帆船航行的郭川颁发俱乐部年度突破奖。中共的一带一路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在全球渗透扩张，且具有军事目的。据报，2018年摩纳哥还与华为签署协议，成为首个 5G 覆盖全球的国家。华为被揭有中共军方背景，其设备装有后门，可窃取客户数据，为中共政府收集情报，威胁国家安全。Information of your citizens 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of your citizens to transit a network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he legal mandate to obtain creates risk. 外界注意到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伊朗、意大利等亲共国家成为重灾区，疫情正随“一带一路”关系传播开来。大纪元文章《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》指出，脱离和拒绝中共，才能远离瘟疫。新唐人记者闫希综合报道。